아예. 아예. 忘忧仙果呢？忘忧仙果还在，仙珠师兄也会没事的。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嗯，我会好好休息的，明日还要跟您去结气呢。那还不好好睡觉。 锁死了，你那么喜欢他，我就想把他当做我的聘礼，送给你。我想纵然没有主仆妾，能不能有一种姻缘契，让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明日就去衍天殿结契。 我愿意。 这情思，竟这般坚韧！你拒绝回家，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和能耐呢。原来是去和仙族私混，红野。 你是不是忘了，你父王母后就是死在仙族的手里？纵使姑姑态度恶劣古怪，可仙界、
的确不该是我久留之处。九，你怎么来了？阿英，你今日真好看。这个是云清师姐送我的裙子，只有大泽山才会有的云织锦。大泽山真好，灵力充盛，物资丰沛。我们要借灵地更多，况且还自在。没他们仙界这么多规矩，你要是跟我去待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阿英，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妖界生活？啊，阿英，哦，疼不疼？我没事。那，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的？说，你，对不起啊，我今天实在是太着急了。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妖界生活？小住一阵子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长期住，因为阿静在大泽山嘛。阿静在大泽山，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看我都忙忘了，我今日要去跟阿静结姻缘去了。自此之后，当然是一唱一和，同进同出了。你要和古静结姻缘契？哦，你不要担心，我之前允诺你的，等我找到了凌云山，还是会划来一块地给你，届时你想住多久住多久。哎，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两个哪个好看？都不好看。都不好看，那，有什么了不起？哎，那如果阿九。你不会忘记今天要干什么去了吧？你不会是还没起吧？起床了，你是不是忘记今天要去干什么了啊？起来，起。阿英，你一大清早干嘛？我还想问你干嘛呢？你为什么要喝酒啊？没喝酒啊。你没喝酒？我昨天晚上，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知道。一定是今日你要跟我去结气，心里呢有一些紧张，所以才喝酒的，对不对？结气，这或许就是你与我大泽山的缘分所在。我将你与古晋结成主仆契，正是机缘所致。不仅对古晋，对你也有益处。眼下我还不能给你们解开此契约。阿燕，方才我用主仆契感应你，为何感应不到？主仆契好像真的解了。阿燕，你真的想跟我结契？你不后悔吗？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我不会后悔的。你赶紧收拾收拾，我在门口等你啊。哦，对了，你还是好好打扮一下，跟我搭配一下。结个气而已，搭配一下，这么隆重。小心啊。
还像个孩子似的，跟男生相处要懂得分寸，知道吗？文宇，你要什么分寸啊？那你啊，还是个未经世故的小鲜肉，走吧，办正事儿。哎，你等等我。开始了。就这样开始了。嗯，自然节气不难，而且节气之后你的水凝兽真身就不容易被外人发现，而且我们重新结的主仆气我们也可以随时断开。等等，不是主仆气，是姻缘气，开始吧。什么姻缘气？姻缘气其实随随便便就能跟人结的，你最近话本子看多了。我清醒得很，是你酒还没醒吧？今日来结的是姻缘气，不是主仆气。我根本就没喝酒，你怎么了，阿音？什么姻缘气啊？是你说你喜欢我，带我来结姻缘气的，你怎么了？我是喜欢你，但我们是师兄和师妹，这是一种亲人的喜欢，跟男女之情有很大的分别的。我们在人间做了这么多事情。你说是亲人之情，并非男女之情。在人间？哦，那不是我们为了帮三生石牵过红线假扮的吗？好，那你如果说与我说情话是演出来的，那你亲我呢？我亲你？你到底在想什么呀？陆阿姨，我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但如果我真的做了什么轻薄之事于你，我向你道歉。阿姨，你在做什么啊？我们不能这样的，你冷静冷静。我不相信，阿金，我能不能再跟你说说？阿金，大泽山的弟子越来越没有规矩了，冒冒失失的闯入小神君的房间，你有何解？小神君？什么小神君？古晋来自神界，他本叫元启，是颐和真神和帝卷真神之子，生下来就是真神。即便是下界隐姓埋名，他也永远都是青池宫的主人。怎么可能？他小神君下界历练，本不该让三界的人过多知晓，可你不知天高地厚，非要纠缠，我不如让你知道深浅，免得让你这个低微的小仙兽有无谓的贪念。
你当梧桐岛小火凤降世之时，为何仙缘三界？只因小神君混沌之血也无意流到了火皇玉中，他的仙缘承受不住罢了。小神君为此十分内疚，所以他一直想要找小火凤的仙缘。他来到人界也是为了此事，只不过他因三生石受到影响，所以说的话做的事本来就不可当真。难不成你还真以为俯视三界众生的真神会喜欢你这种百岁贱命的水凝兽吗？水凝兽是神明的，但我们不低贱，真不真诚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过。但我知道阿静跟您肯定不一样。你只管嘴硬，可事实就是真神是不会对三界的众生动心。小神君下界历练也是为了成长之后重回神位，他的每一次晋升，真神的血脉对他的影响就会越来越深，对三界的眷恋也会越来越紧，所有的私欲情念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你跟他之间根本就是不可逾越的，何必纠缠？姑姑，你这是在做什么？小神君息怒，我是看这个丫头不知分寸，纠缠于你也困扰于你，于她也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就言明了您的身份，希望她能知难而退。所以你真的是小神君？阿姨，我不是刻意要瞒你，只是一贯如此，大家知道我的身份之后难免会有所顾忌，我也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阿英，难不成你还真以为俯视三界众生的真神会喜欢你这种百岁贱命的水凝兽吗？仙珠师兄，你伤还未好，不能在外面待太久，要多休息才是的。我好了不少，不想闷在屋子里，得多谢你为我摘的忘忧仙果，只是下次万不可这般冒险了。只怕是难忘忧。这是婉月姑娘吗？用刀雕刻塑像是婉月教我的，一点一点去完成反而更加珍贵，只可惜啊，这种日子太短了。你明知道婉月姑娘是个凡人，而天地法则又如此残忍，为何就偏要强求？非我强求，只是轻骑不有心，不舍与他别离。是啊，这根本就是控制不了的事情，只是我没想到他离我这么远，是我无论如何努力也够不到的地方，就算是我想强求也无济于事吧。阿姨，你可是知道阿金的身份了？原来贤珠师兄也知道。整个大泽山也只有我和掌教师兄知道了。阿姨，你既已知是奢求，那便狠心了断心中痴念吧。阿姨，我不忍心你也陷入婉月一样的境遇，
我自以为可以和婉月生死与共，对抗一切，却忘了，永远都是最弱小的一方承受最深重的伤害。我受雷劫天成，却仍有仙体护身。可婉月呢？她拼尽了她的所有，却还是灰飞烟灭，再无生机。我与婉月相恨，同犯仙界禁忌，可为什么却只有婉月一人独吞苦果？阿音，你千万不要如此，会让你无法承受的。可婉月姑娘说她不后悔，所以我也不后悔。阿音，你万莫陷入执念。想必师兄已经听到方才阿音说的话了。没想到阿音的性子竟倔到如此，红绸大人定不会罢休，还要下杀手。为今之计，只得赶快些将阿金和阿音分隔开。不念不见，方得平安呐。掌教师兄，话我有急事。阿金，此前你在试炼中夺了魁首，本该在天宫复个职缺，而今天宫即将召开灵妖大会，急需人手，故而召你啊去战神殿履职。这么突然？嗯。也好，我找遍了大泽山都没有再看到梧桐的痕迹，正好天宫有许多的上古遗册，或许可以有线索。那你收拾一下出发吧。师兄，那我可以带阿音一同前去吗？阿金啊，阿音已非你契约先手，未有天宫任职名额，岂能乱了规矩？阿金，天宫对贤竹一事，已是为我大泽山留了情面，你莫要再误事渎职，再负了这天宫的脸面。别耽搁了，去吧。师兄，阿音这两日心情不太好，若是方便的话，多替我照顾她，别老让她闷在房间里，替我转达她，等我从天宫休沐回来，定会给她带好多好吃好玩的。嗯，去吧。阿音，来。上次你拿回凌云山残土，我们便带着风铃犬凭残土而寻，终于找到凌云山的下落了。便在此处。凌云山一直藏在仙妖边界的幻真林当中。太好了，终于找到凌云山了，谢谢掌教师兄，我这就出发去凌云山。去吧。对了，师兄，我今日去找阿静，没有寻到他，你可知他去哪儿了？阿静已经去了天宫，这段时日都不会回来。他是在躲我。阿音，阿静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嗯，我会的。嗯，那我就先去了。掌教师尊叫我和几个师兄弟陪你一同去凌云山帮你开荒打理，你干嘛不要呢？你一个人去多无聊啊，也没人照应。
谁说我是一个人？这不有阿宇吗？他会陪我的。我去凌云山也是想理清楚一些事情，你帮我多谢师兄他们的好意。阿姐回妖界了，小师叔也去了天宫，你现在也要离开去凌云山了，这大泽山啊一下子就冷清了起来，一点也不好玩了。阿九回妖界了？就前天我看他一个人闷闷不乐地从房间里走出来，就问他干什么去，他说他本身就是妖族，在仙界终究是待不惯的，哪知他灵运一登真就这么走了。阿九也真是的，走也不说一声。这里终归不是他的家，但是小师姑你别忘了，大泽山永远是你的家，掌教师尊也是这么让我跟你说的。什么大不了的，天涯何处无芳草，本公子又岂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阿宇，记载上面说了，这玄湖之水可以孕育你的灵力，你很快就能被孕育出来了。
酒。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别嚷嚷。我问你，啊，他们两个现在进展如何？谁？什么进展如何？阿英和古静。阿英、古静，他们是不得强行烧了你们这山门卷，把姻缘气破开，再把阿英的心抢过来。哎，等等等等，你在说什么？我都糊涂了。古静、小师叔和阿英现在一个在天宫，一个在凌云山，都天各一方了，还结哪门子姻缘气啊？阿英没和古静结姻缘气。嗯。他找到凌云山了。嗯。在哪？不知道阿英这丫头在干嘛。阿英，阿九，你怎么来了？哇，原来这就是凌云山啊！怎么样，美吧？不光山美，水美，一切都很美。当然美了。此凌云山千万年来都没有人踏入过，你看着，灵气四溢，铺天盖地，把这里滋润的每一处都又鲜又美。你看，阿宇，阿宇一到这玄壶当中，灵气一下就聚集了。等到时候，阿宇孕育出来了，我就有我的亲妹妹了。待到那个时候，这个凌云山肯定会更好、更美。哦，对了。我之前不是答应过你，若是我找到了凌云山，你可以随便选一块地。好啊，那我肯定不客气。我得想想，挑哪。我想问你一个事情。什么事情？你和燕爽在完成三生石的任务的时候，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会不会是受到三生石气息的影响？会有一些短暂的情念。有吧。有。肯定有。所以如果那时亲了抱了，都是假的，虚幻。哎，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啊。嗯。原来阿金是因为受到了三生石的影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是虚妄的。所以，你是因为古静，才突然问我这个？何人在此？阁下是？我乃天宫司察仙君，
司察仙君。天宫感应到凝云山重现迹象，故派我前来查看。你二人速速离开。这无主洞府难道不是谁发现就是谁的？无主洞府需向天宫通告申令，若是你们两个还赖着不走，明日天宫便会派兵驱散你们离开。刚才就应该直接告诉他，我就是水凝兽，这样凝云山就是我家，他也不会拿走了。不行，绝对不行。你知道水凝兽灵丹是多少修行的晋升者都想要得到的，你若暴露本体，那就只会成为他人眼中的猎物，时刻处在危险中。那怎么办？我们妖界就没这么多荒唐规矩。阿英，干脆你跟我归入妖族好了，我一定找一块比凝云山更好的地方，我就一直陪在你身边，保护你，照顾你，只要能看到你我就开心。我喜欢你。你疯了。我你当我第一次认识你？ 我不知道你是想骗我灵力吗？你别说这些了。若是我没有凝云山，阿宇没有玄狐的滋养，他就永远不能破壳出世了。聂子啊，阿英，我去大泽山找你，他们说你找到了新的洞府，我这不得拿着好酒好礼来好好庆贺一下。我看着玄狐上灵力遍布，想着这就是你的新家了，就赶紧循着灵力找过来了。怎么了？所以你是因为你是水凝兽，却又不能说出你是水凝兽，就不能获得凝云山的所有权，你在为这个发愁啊？阿英是把你当朋友才跟你表明真身的，你可不要到处乱说啊！臭狐狸，用得着你说啊？阿英，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保守好这个秘密的，不会让别有用心的人伤害你。但是，你若是想得到这个凝云山的话，也并非没有其他办法呀。你有办法？眼下天宫正在招新仙官呢。你说你聪明有灵力，只要你肯拼，努力升职到五品仙官的位置上，你就有占山开洞府的资格了。到时候你就向天宫申请，将这凝云山作为你的洞府，不就好了？五品仙官啊。还有这样的办法啊？不过古今没有告诉你天宫在招新的事情吗？他怎么让你自己在这着急啊？他正好也在天宫，可以让他照应你呢。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妹夫。我早就想来找你喝一杯了。休得胡言。帝君和小女相知相合，本王自然支持，但这婚事乃是两家和两族的大事，所以有些话我就直说了。帝君莫怪。孔雀王请讲。帝君虽坐在这代天帝的位置上，若日后天帝奉冤正式禅位，帝君就不怕你的位置不稳了？蓝风有幸承蒙天帝信任，代为管理天界，便只想做好眼下分内之事，并无其他私心。帝君的磊落本王自然知晓，可若有孔雀族为你分忧，那岂不是如虎添翼？本王听说司兵殿的兵器一向不好管，这掌殿一职一直孔雀，要不今日邀请诸位到来，是想聊一聊我和舒儿的婚事。公事咱们就他日再议吧。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这公事家事哪这么容易分得清楚啊？就是嘛，帝君，我自幼就喜欢研习兵器谱，对这掌殿之位也是准备了许久了。哎，这等差事岂能便宜了外人，对吧？
我既代为管理天界，更应该依律行事。掌殿之位是关乎仙界公平的大事，岂能有内外亲疏之分？那是自然。我跟父兄说过多次，蓝峰一向公允。不过你也放心，华眼的仙考也是合格的。这些年他广积功德，早已记录在册，不会让你难做的。如此甚好。那华眼殿下可准备履职了？哎，好。不过依律，要先从代掌殿做起哦。啊？代掌殿？兄长第一次到天宫入职，有个缓冲准备也是好的。那就有劳帝君了。来，本王敬你一杯。孔雀王请。睡不着啊？要不陪你喝点。明日就要去天宫了，还是清醒点吧。其实我也想不明白，在人界，古静明明对你那么深情，还总一心护着你。所以你也觉得他对我是真心的，对吗？嗯。其实这些天我一直都觉得不甘心，刚好去天宫也能去弄个明白。就算我跟他是天差地别，但我从小在他身边长大，我们亲近得不得了，也不该是现在这般。我既然是放不下他，那我就应该去争取一下，不论结果是什么。哪怕他高高在上，他也总要娶媳妇儿的吧。